在场的嘉宾朋友们，大家午间好。今天是杜承宗与严爱卿夫妇、魏长男、郑强先生以及李道喜与李培芬先伉俪、令自爱、林燕小姐举行结婚典礼的大喜之日。今天承蒙各位亲朋戚友前来出席金谷坚的喜宴，以及各位亲朋戚友您送来许多宝贵的贺礼，在此主人家感到万分的谢意。承蒙大家的厚爱，在此主人家设了喜宴招待大家，希望金谷坚主人家为您准备的菜肴都能合您大家的胃口，也希望您大家能尽量的吃，尽量的喝，大家能尽兴而归。好，在此呢，如有稍带不足的地方，也请您大家多多原谅以及多多的包涵。好，在此主人家要向大家敬三杯酒以示敬意。来，我们在场的嘉宾朋友们，一起站起来。来，第一杯酒呢，我请代表主人家祝福在场的嘉宾朋友们，祝福你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都如意。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哟！